063PP 真好笑。文图中班小英，有一个小女生去买一个冰淇淋，她投10块钱，鸡蛋屁屁就出来了。她去买一些鸡蛋，就有一个大猩猩，她就跟姐姐讲说：“你在这边干嘛？”小姐姐就说：“我在这边买鸡蛋。”然后那个姐姐就是大猩猩的妹妹。这是机器人，小女生来的时候就把她自己缩小，就有3个屁屁出来了。因为机器人把屁屁丢在地上，就变出3个屁屁了。鸡蛋屁屁就是冰淇淋啊，取这样是因为比较好吃啊。我看幼儿故事的世界，中班小英的鸡蛋屁屁冰淇淋会卖关子，说投了10元会掉出鸡蛋屁屁。我问是什么呢，他说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结果他开始讲鸡蛋的事，讲到了结尾没有了。我问小英，你不是要告诉我鸡蛋屁屁是什么吗？他说鸡蛋屁屁就是冰淇淋啊，取这样的名字是因为比较好吃。我的小英真的很会做行销，而且打得很响亮。